每一年年廿八咧執嘢嘅時候，先發覺咧，哇！一個屋企咧，除咗好多嘢要執之外咧，都會清咗好多雜物出嚟喎。有啲係新淨啦，有啲啊仲未用過咁添，又掉咗又嘥，又點算好咧？嗱，如果唔想嘥咧，就要介紹個後生仔俾你識啦，因為佢對一啲被棄置嘅家具咧係特別照顧嘅。書台、梳化、衣櫃。这个货仓入面的家私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，就是等人领养的家私孤儿。这个地方你可以将不用的东西放上来，可以将有用的东西随便拿走。他是 Kelvin， 今年21岁，几个月前在网上认识了志趣相投的日清，于是合租这个货仓，收集人家遗弃的家私杂物，再免费被人拎走收楼。千几只嘅货仓睇嚟好乱，不过隐约都分得出唔同部分。呢度系大厅，主要放置大型家私。呢间系杂物房，物品包罗万有，由毛公仔、衫裤、鞋袜都一应俱全。唔少物品背后仲有个小故事添。呢啲笔咧系我哋咁啱有个会员附近有间玩具公司执笠，咁就抌出嚟嘅，位数系有10万支咁多。至于呢间是工程房，用嚟储存搬屋装修收集翻嚟嘅废料。譬如咧，呢100块地板咧，就系喺啲豪宅清场嗰时候，特登起个地板翻嚟。咁就系摆下摆下咧，就有人提议，不如做张书台俾佢啦。被弃置嘅废物嚟到呢度都变得实用，连冇用嘅纸皮箱都变成摆放杂物嘅柜。过万件储存喺度嘅货品清单同相片一早就摆咗上网，所以不停有人上嚟呢度接收。4岁嘅婷婷就准备收留呢架单车。哇！好大架！阿苏就睇中咗张床。咁我睇張床都幾啱我心水嘅，咁又有櫃可以擠低啲嘢，可以慳翻啲空間咁樣，咁就今日就帶埋小朋友過嚟拎啦。最初每件家私孤兒都係由 Kelvin 一個人運翻嚟，過程真係有血有汗㗎。譬如我試過一個人清一個10000尺嘅 office， 咁嗰度係講緊10几张 office 台，30几个櫃桶啊，好多。office 凳啊，我第一日影重傷，成塊板冧落去只腳，我係兩行血咁樣。哎呀！搬貨搞到滿身傷痕，不過 Kelvin 唔介意，一聽到有家私收，佢又會好興奮，咩都唔記得曬啦。Kelvin， 你依家去邊啊？而家去緊同一等工下嘅隔離單位咁樣，佢就有2张 sofa， 其實都係。頭先半個鐘之內通知我嘅啫。雖然只係喺附近，不過拖住板車路程都相當轉折，幾經辛苦終於嚟到。其實賣俾收買佬仲會有錢收，點解物主肯免費送俾 Kelvin 呢？同埋我覺得我好掰佢哋個理念咯，啊，唔好嘥嘛啲嘢，啊，我冇用啫，唔代表人哋冇用啊嘛。搬搬下，又俾佢發現幾棵聖誕樹俾人當做垃圾，佢又忍唔住要搬走。過咗一陣，又有屋主揾搬運公司將唔要嘅家私雜物運嚟補充貨源。放工之後，上嚟尋寶嘅人就更加絡繹不絕，好似葉小姐咁，本來啊只係諗住上嚟放低啲雜物，點知俾佢揾到啲寶物。呢排都想揾一啲。直身凳同埋依類嘅，即係叫電腦凳啊。咁正話真係咁樣啱望住來都可以揾到。依個櫃又係啊，因為我都想屋企嗰個擺電腦嘅櫃咧，其實都咬咬地啊，即係壞。咁我見到依個高度，咁又 fit 到依張凳喎。咁就問咗，原來依啲都拎得，咁我真係唔為意啦。咁又可以攞埋。講緊好似好富裕嘅香港嘅時間，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即係食或者搭車都佔據好多佢哋嘅入息。咁其實啊，依啲係即係要買，可能都要花1000几百咯。咁呢度今日竟然即係意外收穫啦，我都覺得好 surprise 咯。喺創辦人眼中，呢度就好似一個寶藏，等待有心人按需要上嚟尋寶。有需要嘅就攞翻屋企啦。咁我哋都覺得攞翻屋企其實都係做緊一份義工，好似領養咗一件家私翻屋企，好好咁照顧佢，個情況就好似領養咗一隻狗咁樣樣咯。
事實上，市面類似的二手店有不少，不過完全免費的就只有他們一間，因為堅持不收錢反而可以減少麻煩。我們發現免費拿免費送這個過程是救得最多物品的，譬如他收$50回來，他明知那個恩惠可能600多、800元這樣賣出去，那他就寧願丟去堆填區了。現在直頭是不介意可能給1000多、2000元甚至3000元的運費，找些傢俬來這裡。不收錢沒收入，就算貨倉租金可以靠市民上來拿東西之後隨緣落座，但是他們的生活又怎樣維持呢？我和日清全程地玩這壇東西，用的錢一個月都沒有$500。啊，有什麼可能啊？怎樣做到可以這樣先？譬如我昨天發燒，是晏晝有個會員就已經整個咩瑤柱粟米瘦肉粥，跟住又豬肺湯咁樣。哇，咁好嘅！跟住又有人煲咩昆布粥，已經係飽咗佢成日。當大家為前途搏殺，佢哋就全程投入救助家私孤兒。依家佢哋嘅會員有接近20000，每個月再增加100多人，唔少人都係俾佢哋嘅熱誠感動，請應上嚟幫手。前路縱使崎嶇，不過 Kelvin 仍然盼望理想有一日會實現。我期待緊奇蹟咯！香港冇窮人，人人有飽飯食。某啲連鎖店抌出嚟嘅嘢唔使直接攞去堆填區咁派俾啲露宿者啊，或者低下階層，其實冇人需要捱餓，可以係話係奇蹟啩。